我们听到莲生活佛开示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真的是令人觉得殊胜超凡。修行以此为目标，能不再轮回受苦，真的是我们修法时必要的回向。而也正是莲生活佛有不平凡的来历，真实的身份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一生下降娑婆，以莲花童子的应身卢胜彦实修密法，得证佛果，可以引渡众生，直接接引西方。所以我们来看，特别的是在2009年台湾8月8日的莫拉克风灾当时，莲生活佛虽然人在西雅图，但是周围的弟子常常看到师尊在掉泪，就连吃饭都食不下咽，悲悯苦难的众生，泪水从未停过。一周之后，在彩虹雷藏寺，有弟子同样介于悲叹台湾的灾情，在护摩法会时报名主持，希望莲生活佛能超拔那些还不知下落的88水灾难民。佛法讲求因缘，莲生活佛的誓愿就是众生有求都会尽全力去满愿，所以当然极力做护摩来超度。但是没有想到，护摩火点燃之后发生了从未有的情形，原来是黑天使出现，他们阻碍这一次的超度，他们不让圣尊莲生活佛把亡灵接引到净土。莲生活佛在护摩中看到黑天使，起先十分震惊，他们要什么供养，师尊就丢什么贡品下炉，只差自己没有直接跳进护摩火中。最后莲生活佛以舍身法牺牲了50几位莲花童子的星光身，与黑天使同归于尽，才得以大破地狱之门，救出那些受苦的幽冥。要知道，这些幽冥众并没有皈依莲生活佛，只因为师尊对台湾的爱。我曾经到一家这个华人的餐馆，美国华人的餐馆，这个餐馆的老板他问我，好，那你爱台湾吗？我回答我爱台湾。那么他又问，台湾爱你吗？而莲花童子本来星光身要一天的修法才能修出一尊，这一次莲生活佛一次就牺牲了50几位莲花童子的星光身，令弟子十分担心师尊是否佛体有受到影响。元神再修回来，把那些星光身再修回来，自己的替身呐、再修回来。每天那个星星出现多少，有很多星星的话借那个星光来修，那修出一个就多一个莲花童子出来。那么所有莫拉克风灾的幽冥众是不是全部都被接引超度了呢？我不敢讲我已经超度了，不能够这样子讲。还有你们心量要大一点，不能说我已经全部把他们超度了，那还超度什么？不能这样子讲，我们不能这样子讲，我们心量大一点，什么人来超度都可以。这是莲生活佛的谦虚，而师尊也特别感谢白度母，因为原本被破坏的地狱门全靠白度母以五色光气修补，地狱已经没有毁损。之后在西雅图卢胜彦布施基金会和西雅图雷藏寺也以有史以来西城最高的金额捐助莫拉克风灾$10万受到表扬。在2009年8月30日彩虹雷藏寺，莲生活佛第一次主坛孔雀明王护摩法会。孔雀明王在护摩中指示，只要莲生师佛将星轮光运送出去，损失的50几位星光身莲花童子可以一次修回，这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感恩。同时再一次的重视莲生活佛亲传的孔雀明王大法，因为佛母大孔
孔雀明王能够一次让师尊修回五十位星光身，一定是超级大法力。那么刚刚啊，这个孔雀明王跟我讲，他说我损失了五十个啊化身的星光身，星光所化的莲花童子。他说孔雀明王讲，他说你每天只能够修一个啊，放出一个光出来，那么到虚空中跟星星的光互相结合，成为星光身的莲花童子化身。那你损失那五十个，孔雀明王讲，所有的日夜尤其是星光，十二宫、二十宫、二十八宫，全部属于孔雀明王管。那么孔雀明王就讲，只要你把光画出来，我就给你五十个星光。五十个星光啊，就一下子之间能够完全修成。你只要修一点给他听说。之后，2009年9月5日，夏普莲生活佛首次传授孔雀明王大法。莲生活佛开示：孔雀明王大法若能相应，可转定业。孔雀明王是众佛的力量，所以有震、地、水、火、风法，有增益法，有敬爱法，有净身法。有治病法、除鬼怪法等等。在目前人间这么多苦难的情况之下，莲生活佛愿意公布这样的秘法，真的可以看出师尊的慈悲和无私。这个法有什么特别？皈依就特别哈，是皈依就是特别。对呀，是皈依就是特别。而且这个灌顶啊，不再多灌了。事实上，佛法有定业和不定业。若人人都能转定业的话，世间即不能按因果循环了。所以，能够接受到孔雀明王大法的灌顶，一定是有大因缘。可是，有非常多的弟子，他们也想到美国亲自参加孔雀明王的法会，出国签证不容易。大家十分的懊恼，师佛体谅众弟子的困难，终于在2009年11月5日宣布将在台湾雷藏寺再次的主持孔雀明王大法会。这一天消息一公布，台湾还出现了六级的大地震，震央就在南投，而台湾雷藏寺是完全没有损坏，一切安好。这再再的证明是师尊诸佛菩萨龙天空行护法的守护。所以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感恩莲生活佛的慈悲，而且这一次珍贵难能的孔雀明王大法会，您绝对不能漏失机会了。希望有缘，我们能够在2月27日台湾雷藏寺共沐佛光。台湾见了，他们要去。台湾见，爱台湾。台湾雷藏寺将在大年初一到初三举办莲花童子、瑶池积母以及红财神的护摩法会，欢迎您农历新年前往参加，祈愿虎年来到，诸佛菩萨放大光明，普照姓氏众等，虎年吉祥如意，事业顺利，财源广进，前程光明。